名醉酒的男子，他因为感情纠纷挟持女友，威胁两个人一块要跳楼同归于尽。警方因此是派出了特警，他们身手非常的矫健，就像蜘蛛人一般，可以从天而降，之后呢破窗而入，顺利的救出人质。威胁要跟女友跳楼的男子就在危险边缘，警方派出高手星战喊话：咱俩见面，你说是不是有缘分啊，刘武？这块儿，哎，我觉得还有您，爷们儿都有一个挑战，你这挑战到极限了已经。听起来像电影的台词，却在真实世界上演。危险一触即发，警方攻坚前先盘查地形。说的那个那边跟这家一样啊，住了一样。对，站在这儿，咱们先去这边。对。警方布好天罗地网，预防男子挟持女友一跃而下。同一时间，特警已经爬到顶楼，准备破窗而入。两名特警大展蜘蛛人神技，破窗进入现场，逮捕嫌犯。被挟持的女子惊魂未定，多亏天降特警，才结束这场僵持3小时的惊魂记。中天新闻李烈芳综合报道。